来点音乐加上市集，暑假要进入尾声了。这个周末呢，在文创园区的户外广场，带来结合花东多元族群文化特色的音乐绿洲，以 Hot 盛夏 A 海波浪为主题，邀请音乐人和在地公益市集齐聚，尝试以声音元素为花创注入新的活力。暑假即将进入尾声，位在花莲市中心的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占地广阔，但多处场馆目前仍处于暂停开放。为了吸引民众重新走入花创旧酒厂，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19-20日周末两天，在园区带来以 Hot 盛夏与海波浪为主题的音乐绿洲，委托蜂巢音乐邀集和甄选8组优秀音乐人，周末两天轮流登台演唱，并齐聚十多摊符合海波浪精神的在地公益酷夏市集，期盼能以声音结合多元热情如盛夏海波浪的音乐风格和市集选物，带给民众在园区的全新感受以及多元族群文化特色。花创园区期盼能以共好精神导流人潮，串联花创品牌酿市集及临近市集，鼓励民众消费集点兑换限定好礼。基金会未来会进驻园区第19栋文化部 AI 流行音乐基地，第24栋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，在地方进行采集、合成和汇流并发酵，以展演形式，希望能以声音吸引民众重新认识花莲与花创的生命力。记者蒋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